故事都逃不过离别，数不完的阴晴换圆缺，怕生风雪。一只好小的鸡，好多鸡，走地鸡。哦，那里有一只，好多鸡。今天报了一个特别刺激的项目，是这个和鲨鱼一起游泳，鲨鱼浮潜。我们现在就要坐这个小小的快艇去海中间去找鲨鱼了。Thank you.
潜完，有点饿，来补充一下体力。这边水上活动很多都在北岸，北岸的话就是这种虾饭特别多。昨天吃的那家还不错，就是有点油。今天换了一家，评价也很好的来试一下，叫 Fomis。水草，哦，被推上来了，这个
的菠萝种植园，然后这边有刚长出来的小菠萝，哦，非常羞羞的，在中间有粉红色的小小菠萝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都乐的菠萝冰淇淋车，这个很有名，在那排队买个冰淇淋菠萝。买了一个这个菠萝冰淇淋，然后加了这个菠萝的小点缀。本来想买一个大盒子的，但是它没有了，所以我们又买了一个专门的这个菠萝切盒，它送了一个这个菠萝种植园的小菠萝碗碗，非常的好看。炸的是非常薄的藕片，很酥脆，这个沙拉都说很好吃啊，这也挺便宜的，这么大一份，好吃吗？很脆，就像薯条一样。这是点的叫鱿鱼眼睛，但是其实就是鱿鱼嘴嘴，就是很脆的那个部分，看起来很好吃。这是一盘紫豆鸡肉和鸡蛋，然后好大一碗，我还担心没有主食吃饱，结果小菜就快吃饱了。点了一盘烧肉，他家烧猪肉，烧猪肉很切得很薄，所以不会很硬。这是一盘麻婆豆腐，开始其实是想点另外一种，不过他看着也挺好吃的，我们就把它留下了。为什么屁股对我们